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拉，欢迎来到我不上班只打杂工的一天。自从毕业之后，我决定不找全职工作，我的人生就开阔起来了。比如我现在的主要兼职是在哈佛本科教一节戏剧课，每周十小时，其余的时间我可能会去论坛做摄影师，也可能去剧组当群演，总之每天都是新的。我最近其实挺焦虑的，昨天熬到3点多才睡，因为这个学期快结束了，我在哈佛戏剧学院的合同马上到期了，我需要找一份下半年做的主要兼职。虽然自由职业，但一份规律的兼职对我还是意义重大的，因为我需要它来帮我维持生活的节奏，以及保证我不和社会断联。天天在家待着真的很容易自闭。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就是我5月份本来接了一个活，要去英国给人拍照，他会报销我的差旅。我还很期待的，刚刚预约好去办签证，结果今天收到通知说他们公司有一点其他事情要做，所以整个行程都被取消了。哎呀，这自由职业就是这一点不好，不确定性很强。蘸鞋底子都好吃的丹山蘸水。我刚查了一下，还好去英国的签证费可以退，不然我家计花了好多钱就亏了。我特别喜欢吃面条，但是中午吃多了碳水会晕，所以最近我都改成了魔芋面。下午2点半化个妆去学校工作啦。走之前吃块巧克力，之前一个加州朋友给我带过来的，巨好吃无比，可惜国内没有卖的，上面裹的全都是坚果。一共就2块了，不能浪费。你们是数学太会打，可惜。哦吼，今天天气巨好，春暖花开啦。我们的戏剧课快结束了，今晚我要带学生去城里看一场演出。去之前我得去教务处找秘书聊一下报销的事儿。哈佛真的很有钱，我们的课每学期有2000美金的预算，我老板一般会选择用它请学生看演出啊，买零食啊，或者是去另外一个城市春游上面。教务处对我们的慷慨深表震惊，但我们爱咋花咋花，他们拿我们也没办法，嘿嘿。When you get home, do the two receipts and you can submit. Yeah, okay, I'll let you know. Okay. Thank you so much. Yeah, thank you. You've been so helpful all good, the time. Oh my god, 我现在特别困，感觉还是不能歇，因为还要带学生去排练和看演出。我现在在哈佛本科宿舍楼，他们就住在这种庭院里面，很高级。我感觉我当老师比当学生勤奋多了。当学生的时候啊，今天身体不舒服不去了吧，当老师就逼着自己，你给我站起来。刚刚一个犹太同学跟我请假，说他下周上课来不了，原因是他们要过一个节日，叫逾越节 Passover， 这是一个8天的节日，前2天要吃特殊的东西且不能工作，所以他就要回家歇2天。这节日是为了纪念犹太人从埃及出走，还要吃一种 parsley dipping salt water， 他说盐水就代表了祖先的眼泪。组队去剧场啦。I'm so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back to the Orchard Stage for opening night performance of A Book of Mountains and Seas. 去之前我知道这个音乐剧是讲山海经的，但看它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再次有被自己的文化震撼到。这个剧没有对白，只有演员在前面吟唱山海经原文，同时会有一些舞台效果，比如灯笼啊、木偶啊，来配合这个吟唱。因为吟唱的内容全是中文且不配字幕，所以外国人其实是听不懂的，只能当成音乐会听。但我能听懂，盘古18000岁，开天辟地，阳清为天，阴浊为地。谁能懂我在一场90%白人的剧院中听懂这句吟唱的感动和孤独？演出结束回家啦！谢谢你们跟我度过一天。自由职业的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下一天再见。我是夏拉，我爱你。